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。今天我们要跟喜天与皮弟呢，一起来玩我们的模拟桌游啦。你确定是模拟桌游吗？不是模拟 Can Game 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不是要下什么棋，今天我们要玩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游戏，玩的会下地狱。你有没有以前小时候有造句过？比如说什么，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很伟大。下雨了，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，对对对，类似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玩史上最糟糕的造句。好的，那现在就要进行我们会毁灭人性的卡片游戏了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待会呢，我们每个人抽十张卡片，然后由最近大便的人呢当裁判。最近大便的人，真的，他规则真的这样写的，不要说我在胡乱。最近大便的人，一定是你啊！最近大便的人是我，对啦，是我没错啦。好 ，OK， 那好，大家看过自己的牌了吗？有，对，都很低级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回答更低级哦，准备翻牌了。好，看一下， okay. 蝙蝠侠的小秘密是什么？我出这个，这个很好哎、欸。那先从喜天开，先从皮弟开牌好了，皮弟。好，那我要开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蝙蝠侠小秘密是什么？蝙蝠侠的小秘密是。肛门装完，超恶哎、欸！为什么？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肛门装完？因为他要穿紧身衣啊，然后就是紧身衣他都没有拉链嘛，当扣子是不是？防身他穿不完。哦，了解。好，我的是这个，你是什么？蝙蝠侠的小秘密，触手吸人，口味好重哦。好，蝙蝠侠小秘密是什么呢？是喝醉的姐姐。超级难。好了，徐弟，喝醉姐姐怎样？不是，因为我没有牌啊，我没有牌。哒啦，什么？国际法庭宣判呢？谁？我会。我们要用掉。你先。靠，我的牌太烂了啦！哦，国际法庭宣判呢？床的世界犯下了爆炸的罪行，好烂、喔，好烂哦、喔！耶，我白烂的啦！你知道我的是什么吗？好，来，我等着看你的。来，国际法庭宣判马英九，马英九犯下了掩盖国旗。靠，这太强了，这太强了。原来我的这双手这么厉害，那我要好好保养。这分数，十分，好。啊，几天赢了。感谢什么的帮助，我顺利通过。我知道，我有了。有，刚才赢的人先翻。好，感谢汉语朱贵的小。感谢害你出轨的修传师傅帮助你顺利通过。哎、欸，你的牌都很好哎、欸，你的牌超好的。好，皮弟，来。感谢你们看的时候，都顺利通过。怎么那么强？你们牌都太强了啦。战斗力好高，超糟糕的。你们都会下地狱。好，下地狱，下地狱！感谢电动自卫杯的帮助，让我顺利通过。你还通过了？通过那个电动自卫杯啊！哇，三个、欸！抽两张牌等于选三个，对了。我有！哎、欸，我这个牌下地狱了，这个下地狱了。来了 ，OK， 好来。尼可拉斯凯奇，然后嘞，然后加什么？印度麦克，等于什么？等于正头，正头麦克。还好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换我，看不见的手，加上饥荒，等于奈米小子。什么鬼啊！我懂了，有道理，因为吃不饱，加上没有。有没有逻辑？真的有逻辑，就是我
这是我最强的牌了，好不好？这再不让我拿分，我觉得没有道理。这个我超没逻辑的，可是我觉得还蛮北蓝的。好好好，我就会下地狱。你先。非洲孩童，加上八家将，八家给我才对，等于熊猫干炮，熊猫干炮。可是我觉得这没有道理，这没有道理。我可以换一张吗？我觉得换你，好，给你换，好，给他了，赢了。靠，我在那边想，这怎么玩啊？牌都太烂了啦！这抽牌，抽牌子。我赢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赢定了！那你抽牌！来，我赢定了！奥斯卡最佳奖是得奖的是我的后劲没那么强吧？你要念上面台词。奥斯卡最佳爪子得奖的是美丽的侧鲁。哇！还好！来看我的。奥斯卡最佳六小孩奖是危险的陌生人，有合理耶，有可能的，有合理耶，这什么鬼？我赢了，这我赢的啦，不用看了啦，开牌，控制，控制什么变人，控制世界，来，我看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你们没办法赢我。好了，我给你看，我这个糟糟糕的控制什么？控制老人脖子。可是我觉得你不够看呢，我觉得你不够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控制什么？控制机甲精神恩变得控制世界。哇，哥，哟，比你更屌。完美和女性。机甲精神恩。但我觉得老人脖子糟糕。紧要关头的时候呢，什么东西就是最佳的选择？我觉得赢不了我。好，那PD先开。好，PD 紧要关头的时候，无聊的台风假就会是人肉最佳。太烂了！这个太烂，这太烂！来，紧要关头的时候。所有的把手伸进胸罩，就会是恋童癖的最佳选择。可是恋童癖，这小孩就小孩没穿胸罩，现在也会哦，提早会穿哦。紧要关头的时候，大小奶的奶泡就会是家族通奸的最佳选择。你这个太烂了啦！这很强哎，这很强啊，这很强！送你！下一个魔术，我要把什么从什么拉出来？下一个魔术，我要把数学不好的亚洲人从被边缘化拉出来。我觉得合理耶，可以啦。我这个是串气牌啦，我要把下一个魔术，我要把脱掉的衣服从佛屋里面拉出来。这个还行啊，还行，哪里合理？我觉得好难抉择哦，很难抉择，都蛮烂的，都合理耶，都蛮合理的。好，最后一张，那最后一轮。如果不是，啊，这个刚好，可恶，没有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来，如果不是什么，我早就成功了。如果不是右拐，我早就成功了。好烂啊，还好，那我来，我这个刚好合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蛋蛋被猪咬了一口。你赢了，这太好笑了。如果不是蛋蛋被猪咬住的时候对空鸣枪，我早就成功了。我的是那个啦，如果我不是嗑药很嗨，我早就成功了。还好，我觉得被蛋蛋被猪咬到比较好笑。好了 ，OK， 那么各位观众呢？我们今天比赛到这边，然后我现在我的分数是1、2、3、4，我5分。
我五分。真的假的？我六分。你六分，比第几分？两分。比两分。太爽了！好了，那么就恭喜呢，我们的喜天获得到我们这次比赛的冠军。恭喜喜天下地狱，耶！喜天下地狱，干话王，干话王，真的是他妈干话王耶！好了，那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，我想要看我们玩更多模拟桌游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告诉我你觉得今天哪一句金句是最脏的，好吧？最垃圾的，那边告诉我们。下地狱啦，好不好？应该是马英九隐藏。好，那先到这边喽，各位观众，拜拜拜拜，好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，还有按赞哦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